感觉如果我不吃酸奶的话，蓝莓下得很慢，所以今天又来了点酸奶。哎呀，我发现用这个杯子盛酸奶刚刚好。这个工具啊，如果大家不是像我一样隔三差五要切吐司来吃的话，建议别买，因为它很占地方。这是我第一个烤出来金顶白边的吐司。今天早上准备来一片厚的。今天早上的第一波打算简单的吃一点，主要是尝一下我昨天做的这个面包味道怎么样。第二波我打算来切一下我昨天烤的这个苹果派。这个是我之前腌的牛肉，我把它化冻之后放到空气炸锅里面烤了一下，我超级喜欢这样吃，有一点点牛肉干的口感，但是还不到牛肉干的程度。嗯，好香，就是特别适合用来做下酒菜。嗯，我好几次都是晚上倒一杯酒，然后配这个牛肉干吃。先来尝一下这个吐司，特别软。本来今天早上我想做三明治的，但是我觉得做三明治有点浪费这个吐司的质地，很香。巴斯克吐司大家都可以去尝一下，特别的软，能闻到奶油奶酪的香味，就是有点像小时候大家社区面包房里面都会有那种北海道吐司的香味。卤牛肉大家一定要试一下，空气炸锅180度3分钟，晚上配杯酒绝了。干吃蓝莓吃不多的朋友们一定试一试蓝莓酸奶。突然觉得这个面包抹酱应该也会很好吃。哎呀，为什么我总这么邋遢？这个面包体质地绝绝子，喜欢那种就是你的牙齿一咬下去，那个面包体都会粘在一起，不会分开，能流出来清晰牙印儿。喜欢这种质地面包的朋友一定要试一下。绝了，今天的咖啡留到和苹果派一起来享用。我觉得我也是，一工作起来就没个时间，现在已经快12点了，11:55，有一点点饿哦。今天的阳光超级好，我又把我的被子拿出去晒了，来吃一下苹果派。昨天晚上这个派烤好了之后，我就一直在闻，超级香。后面这个派皮烤的也恰到好处，没有放冰箱，就放在外面放了一晚上，家里气温也不高。我们来切一下。哦，哇哦，我的果肉切的还蛮大力的。肉桂的味道超级的香，派皮颜色也非常的好看，
我决定还是先放到空气炸锅里面烤一下，大概3分钟左右。趁这个时间来做一杯咖啡。哎呀，这个要这么看，真讲太慢。本来想上桌子上吃的，但是突然想晒个太阳。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吃苹果派，因为我没有参照物，所以说我只能说它好不好吃，不能说它正不正宗。我觉得是蛮好吃的，淡淡的苹果的清香，但是我觉得里面酸酸的口感更多的来自于我昨天放的鲜柠檬的柠檬汁。大家能听到这个咯吱咯吱的声音吗？外面的酥皮我昨天烤的时候觉得哎呀好像切得有点厚，但是烤出来之后脆脆的很好吃，配一杯咖啡好绝，很适合12月的一道甜品。这个里面真的巨多头发，不愧我妈说跟苗裔比起来我真的是更优秀的铲毛机器。对，我又抱着厨师机出现了。昨天的视频发出去，看弹幕大家好像还挺喜欢烘焙环节的。本来我觉得我也不是一个烘焙博主，放太多烘焙可能大家不喜欢，但是没想到大家意外的还挺喜欢这个环节的。所以说以后做面包的时候呢，我打算都拍一拍。今天我想尝试一个肉桂核桃卷，我觉得也是非常符合12月这种冬天氛围的一个面包吧，看起来还挺简单的，尝试一下。今天也是在某书上找的一个食谱，不打算做太多，因为我后面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到，这个地方还有我之前做的吐司，所以就找了一个6个的配方，大部分的配方都是那种烤盘里烤的，量非常大，这个还少一点，烤6个也就尝尝味道。正好也快圣诞了嘛，大家如果想跟着做的话可以做一做，这个比较简单。这个面包的出模度要求不是很高，作者说打出厚模就可以。现在面团到了扩展阶段，我们就把黄油加进去。超级可爱，我觉得我现在已经进化到做面包的时候，看着软乎乎的面团觉得可爱了。送进发酵箱，发酵到2倍大。今天中午打算来做一个意面，对，
得先烧水把面煮上。这边有我昨天吃火锅剩的一半牛肉，然后家里还有洋葱。今天中午准备来做一个烤肉意面。首先，锅里面倒一点橄榄油，再把肉放进去。就这样，午饭完成。Oh my god， 已经三点了。其实之前有朋友问我两餐几点吃，我之前在爸妈家的时候一直是早上八点，然后中午大概两点左右。现在自己住了之后，基本上时间往后推迟。最近这段时间年末真的有点忙，再加上这个加更，吃饭的时间不太固定，因为有的时候你忙起来真的想不起来吃饭，就是等你饿的时候你已经很饿了。好久没有吃意面，这边这个黄色的是刚刚做面团的时候剩了一点鸡蛋，加一点这个鸡蛋一起。面就非常的挂汤，超级好吃。大家看这个酱油的颜色啊，其实光放生抽也可以，老抽呢我觉得偶尔我炒菜放一点主要是为了让它的颜色更好看一些。不能吃辣的朋友们，红辣椒不要放多，最多两颗。现在面团基本发好了，我们来准备馅料。这个是融化的20克黄油，然后我们往里面加20克的红糖，加10克的肉桂粉。我找了这个食谱，看底下的评论，说不是很甜腻，很好吃，所以估计就不再建议大家减糖了。然后配方里面还有核桃，我们家正好有一些小的山核桃。馅料完成，哇，这个闻起来就没有不好吃的理由。不回缩，面团就发好了。 OK， 我已经尽量的把它擀得平整了，但是呢可能还是功力不太行。我也是没谁了，
又是卷到一半发现电池没电了。我看有网友说现在切可能不是很好切，所以说我打算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一会儿再切。 OK， 我们来切一下。侧切面还可以，放在垫纸上，然后稍微的压一下。哇 ，OK， 看起来还挺像样的。我发现面包刀比较好切，整形好的肉桂卷放到发酵箱里面发到两倍大就可以。哦，所以真讲发酵好的肉桂卷，最顶上我们刷一层蛋液，呀呀呀呀呀呀呀！现在整个家里面满满的都是这个肉桂的香味儿，好香。你们觉得我会破戒吃一个吗？当然不会。The next day， 但是今天我吃的时候可以大家稍微的反馈一下。刚刚我放到空气炸锅里面热了大概三分钟左右，180度，闻起来超级香，很浓郁的肉桂的味道。我们来掰一下，外面的皮有一点点脆。本来我觉得我这个馅儿抹得不太匀来着，结果没想到烤一烤还挺匀的。这个配方我找到它的时候看好几个人评论说这个做出来不会很甜腻，糖用的量不是很多。很香，而且不腻，外面这层脆皮超级好吃。这是我第一次吃肉桂卷，我之前从来没有吃过。里面每一层这个糖都非常的香，尤其是顶端这层绝了。但是我觉得可能放核桃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核桃被这个肉桂馅泡一下会有一点点软，单独抹这个酱我觉得就会好吃。我没有做顶上有糖霜的版本，因为我觉得这样单独吃就很好吃了，加上糖霜可能会腻。 OK， 各位，以上呢就是今年 Vlogmas 的全部内容了啊。如果大家看到这里，那我应该顺利的把11个视频全部都更新出去了。其实今天本来我是打算回家的，就是回爸妈家那边，但是因为徐州这两天的疫情比较严重，所以爸妈也觉得不希望我来回跑，所以呢我应该还会继续在这个家待一段时间。 Anyway， 希望大家今年的年末都可以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度过。下周六会在老时间更新今年的最后一支视频，大家要记得来看哦。那我们就下一个视频再见，拜拜。